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来试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感染避难所》。那这款游戏呢的玩法有点类似像《以撒》结合，但是呢，它是横向的动作射击游戏。然后呢，里面的游戏内容呢比较包含一些暴力的成分在哦。那应该也不会暴力到哪去吧？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那这游戏我看预告也觉得不错，就来试玩体验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，刚好呢，它有支援简体中文。哎，来看一下，这是谁啊？怎么会有个科学家正在下载档案？怎么一开始就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动画？感觉好像被暴走族给掳走了。博士被掳走，虾米博士被掳走？我怎么有一种一切来得太突然的感觉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游戏界面。他好像没有太多的故事哎、欸，哦，以解救的人员，哦，我们还要救人哦，哎、欸，发现下面好多人要救。OK， 好，我们就可以扮演那个游戏封面的那几位角色哦，是不是？我再可以换造型，哦，这上面写欢悦士兵，他的力量是3，哦，他每个都有能力值，然后下面写特质平平无奇。没有特质，特质会在你击败一个 BOSS 后解锁。原来如此，我的速度很快，但是血很少。哦哟，这个是硬汉嘞，这个是超级硬汉嘞。爷爷跟孙女，这种大块头建筑工，女吉他手，爷爷跟孙女，爷爷跟孙女是在玩什么的、啊？不懂。算了，我们就来先用一下我们的欢悦士兵来玩看看好了。好来了，少一条腿是能干嘛？嘿，到这来，好哦，去找到那些绑架我们的人的疯狂麦克斯疯子，收集感染样本，把你找到的蓝图带给我作为交换，我会采购更好的装备给你。现在快去，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或者是倒数第二个。哦，可别死啊！怎么记得那旋律？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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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续不得是翻滚的哦。如果你想跳过教程的话，跟我说。我没有想要跳过教程的意思啊。有没有教学啊？哦有哎、欸，我靠，外面哦，外面都被感染了僵尸。哦，右键，哇塞，我、哦、靠，这可以捡哎、欸。哦，这个打起来不简单，有肢解的那个声音在，听起来蛮有快感的。我靠，连这样子跟拐杖是多锋利啊，可以直接这样重劈哦。我怎么了？我刚刚是扣血了吗？哎、欸，那些敌人音讯可以有那种终极肢解的动作、欸，哎，这可以打。哦，被炸会受伤，棒，这可以拿起来攻击，所以。哦，这样也有，还有什么攻击啊？嗯，雪人是什么东西？我放了一只雪人，这个头可以拿起来丢，吃烤鸭补血。哇，这个雪人好像感觉好像会帮忙攻击还是干嘛之类的。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一跟二是什么？哎呦！拿到电锯了，金犬，这是圣物蓝图。哦，水哦，聚起来！哇，连这个猫头鹰都变成僵尸了。聚起来，聚起来！哦，还给我跑嘞，好爽哦！整体下来不错啊。这是什么？未知饮料喝下去。他都没有写说我怎么了，哦，加2秒每秒流血伤害，对中毒的目标 1.5 倍。我刚是喝醉吗？我捡到蓝图了，我好像喝醉耶，走路摇头晃脑的，这是他自己晃的，不是我晃的哦。我看啊，还有什么功能键之类的？
啊，这好像是技能的概念，一是什么？哦，哈哈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的电锯掉下来了，被撞倒还掉下来啊！他都没有写技能解说给我哎、欸，技能解说啊，啊，又给电锯了。与其电锯，我比较想要拿这个。Oh my god， 硬哦，撞他，拿铲子。哦呦，直接爆头啊！死给，送什么？黑色自行车。黑色自行车可以干嘛？欸，我都忘记虚浮城有翻滚了。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哦，我这辈子去过很多地方，曾经是洞穴探险家。这是自己盯着，不可以把它砍死啊！多少钱？这可以捡，他没有跟我讲说多少钱欸。哦，他这边有摆价格，这里没有价格。这是什么？预备水晶，每当你进入一个 BOSS 区域，治疗100。哦，被动。幽灵坠饰，远古部落的坠饰，技能充人家5%。武器修理箱，近战攻击耐久度身上。嗯哼，星星戒指。每当你喝掉一瓶饮料 ，HP 加5。这是什么？每当你进入一个区域，所有技能充人完毕，时不时会喷油。什么鬼啊？我想拿火箭筒欸，欸，只能选一，欸，他这是免费给的，喔，好吧，拿火箭筒，先来走了，新来照，Go Go Go， 来这里找到新蓝图了吗？给我看看，啊，背叛电击枪，电流伤害10，将低级敌人变为盟友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奔跑加20，金拳，你持有每枚金徽都会增加空手伤害，最多持有500枚，增加50%，赤手空拳伤害增加。那我现在呢？这是可以带出去的意思吗？哦，这个是改良啊。死后最多能保存20个武器。哦，那是蓝图啊！我们要拿到这个东西，我必须把它升上去才行啊！要升啊！哦，为什么我这些东西啊？哦，服装像这个强酸抗性加50，奔跑速度加20，感觉赞。还有好多东西哦，这都预设的。我想要用那个电击枪嘞。升一下电极好了，怎么升？有，耶！他会直接送我一把，还是说啊，可能是之后会拿到吧？好吧，那是之后的事情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哎，欸，直接喷出来欸！可是这样我只能选一种，我居然只能选一种。一定要拿火箭筒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火箭筒比较强啊。看一下，我要怎么知道火箭筒的威力？坠饰，伤害爆炸伤害加70。啊，算了，拿这个好了，让它变同类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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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打起来啊！等什么？不过我觉得伤害好低哦，天哪！突然有点想念火箭筒了。变同类，变同类。不吃，得让你暴毙。掉箱子，又一把不用钱的这样子。银诺战士。拿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
走这里。修行呢？哇，没了！哇哟，我哪都捡到手枪，手枪应该没有子弹限制吧？有枪不错，位置饮料刻一下。子弹用完了，哎呀，死不结束，你们血好多、哦。结束，击倒后三秒奔跑速度加50，还有加抗性。然后这是我最原始的服装，是不是？蓝白衣，生命加10，击倒后获得保护。这还有分，还有造型，好猛、喔，猛猛的造型。喝，未知饮料。总算爆炸了，没刚掉那什么东西。为什么我的脸变这样？干笑死！我刚刚喝的那个会自爆是不是？干什么干什么？泄气的！不要逼我！啊！是啊！是啊！谁呢？看这些路都不能砍嘞、欸！哇！这只感觉有点猛 ，Oh my god， 这家伙有点猛啊！我靠！我靠！这是小王吗？这小王怎么有点厉害啊？攻击上升吗？再一次，我们刚。好像还有武器嘛，电锯下去了，下去下去下去，哇，是哪一招？哦，是呀，我们会赢的，撑住。干不能死啊！耶，打赢了，拿到什么？守护天使。哇哦！可是我真的快死了，这造型是什么？怎么看起来 gay 里 gay 一样的？提高击晕和处决敌人的几率。哎呦，这个我喜欢。好了，我快不行了，哥快要去了。我们连人都还没救到就先去了，这什么？如果清空一个区域的话呢，低于50%会治疗死，充能速度。时不时发射一根尖刺，刺酸，被动45，回复50。英雄之戒，英雄满 HP 的时候伤害加50，低于30的时候会缓慢恢复生命。这个是38，我有点想要拿这个，购买一下好了。45，没有钱了。可以先补血，只能补一次而已。先补再说。然后这边有散弹枪跟这个穿甲弹，拿这个好了。Go go go！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玩这游戏，打起来蛮有爽感的。哦，它这边是类似一个休息站啦，每次都会到，都每次到这边都算是一个休息场所啦。弱化敌人15秒，弱化的生物减少25%。弱化生物，五熊甲。你死后会被复活一次，每次游玩只会出现一次。感染样本爆发剂 ，BOSS 掉落感染样本加30%。哦，我有点想要用那个这个天使的，这样我可以复活一次。有了。
等一下应该会掉出来，然后再是这个，打完 BOSS 会爆发更多感染样本，爽。然后再来是，这是新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还不太想要。圣物，我没有捡到什么圣物。我记得不是有一个，哦，上面的这个，处决敌人加五生命，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。OK， 然后呢，在这个也需要保存20个。OK， 好了，这样子。死而无憾，有没有？准备好了 ，Go！ 呼，这是什么？好大只的牛，变种野牛，帅哦！我可以打。哦，对不起，好痛。呜，可以不要那么恶心吗？怎么好突然想到我之前玩的那个？城堡毁灭者，这变种野牛居然还会发射导弹呢，哈，而且是大便的样子，猛一波。哎呦，恶心，没了，完蛋了，我死了，哎，复活了，这血太多了吧，我普通攻击都还比较强呢，撑住，撑住。我们一定要赢！我们一定要赢！哦，我们要什么能力？帮忙一下！哟，哇，死掉就这样子啊？不会爆炸之类的吗？哎，看为什么？死前挣扎！靠，怎么会死前挣扎？靠背，他不止一条血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我以为他只有一条血，意外了。好啦，我只能死了，没有人救我。啊，不错啦，好爽啊、喔！拿的东西不少哎、欸，杀了蛮多僵尸的。讲实在的，有吗？可是我们没有击败 BOSS， 所以没有拿到特性哦、喔。欸，我就觉得这其实还蛮好玩的欸，虽然界面看起来整个 UI 界面有点小溜工啊，然后呢游戏的优化不是讲优化，应该说游戏的画质有点像快乐轮子的那种感觉。好啦，反正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游戏还蛮不错的哦、喔、就是体验一下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、喔、没有意外的话，搞不好老头会开个直播好来玩这款游戏说不定，而且这款游戏呢可以多人游玩哦、喔、不知道是可以本地连还是可以那个，我也不晓得。好吧，总之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；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有机会再来玩橄榄冰蓝鼠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